呀，朋友们，冒险。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，没事。可以增加乱斗的概率吗？你们不会觉得我这把要输了吧？他复活了怎么都是这个跟这个呀，好像没有什么焦油啊二六这种的一个都没有，然后复活的牌也这么扎实的，不会吧，这太扯了吧，这个游戏不是，这也太扯了吧，你告诉我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。看一下下一张是不是什么？等等啊，坚持一下看看，十、三十一、四十。为什么要看呢？请问我为什么手这么贱？我为什么要去看呢？我这贱手啊！你这个。是的，我操。